这边是今天刚出的 PC 游戏高达进化，使用的设备是 GPT 的 WinMix 2， 用的是6800U 的核显，分辨率是 1200P 75% 渲染低画质，基本上是一个可以玩的状态，后面就是个试玩，用的是野蛮优化系统，喜欢的话可以加群关注。我在摸鱼啊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给我呀，用完之后给我，其实没有改。